小小咪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友谊，我的新朋友》。这是一本那个立体的互动绘本哦，它是小熊。小熊呢，它要交新朋友了。小小咪也喜欢交新朋友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朋友，阿美姐姐、Emma 弟弟。那我们来看看小熊的新朋友是谁。哇哦，小熊多多邀请大家下星期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哦，你看。他生日了，做了生日卡片，还有生日蛋糕，邀请大家一起来。谁受到邀请了呢？小鸭子、小兔子、小绵羊，还有小马，大家都受到邀请去参加他的派对。这时候，新邻居小猴刚搬进森林，他小猴在干嘛？在吃点心，吃香蕉、杯子蛋糕，还有喝牛奶，对不对？还有在看书。小猴看到坐在地上的多多及洒落一地的水果。怎么地上都是水果啊？有苹果、橘子、香蕉、葡萄，好多水果，还有草莓耶！怎么这些水果在地上呢？小猴子做了什么事？他走过来说：“你还好吗？我帮你把水果捡起来。”哦，你看小猴子好贴心哦，他帮他把葡萄捡起来放到篮子里面。谢谢你，小猴。多多说：“那多多也可能跌倒了吧，所以东西都掉到地上了。”隔天，多多邀请新朋友小猴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你可以去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吗？小猴子听到邀请，开心都跳起来了。你看，蹦哟，蹦哟，那小猴子有去吗？有诶，多多生日当天，森林里的动物都来了。你看，他刚邀请的兔子、小猴、绵羊还有小马，大家都来了，大家还带了礼物哦。这有什么礼物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什么礼物？小羊带了什么？哦，是泰迪熊哎。多多生日快乐！赶快打开礼物吧。啊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？噔噔，是一个大蛋糕哎。米娅的生日蛋糕吗？不是，是多多的生日蛋糕，上面还有樱桃跟草莓，还有小花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吃完蛋糕呢？大家就玩起躲猫猫的游戏了。先打开这个，先打开这个，是不是？小动物躲在哪里？让我来找找看，你们躲在哪里？哦，原来小马躲在书后面，小猴子躲在柜子后面，小兔子躲在桌子下面。原来他们在这里啊。那多多呢？小熊多多在哪里？在这里哦。啊，他在这里，他假扮成小狮子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所以这就是小熊多多的友谊，我的新朋友的故事，The End。